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二零二四年四月四日，清明节。十四年前的二零一零年四月四日，我第一次去香港，见我的恩师。 上净下空老法师，那一次，师傅老人家起讲《大经节演义》。今天，我在这里第三回复讲《无量寿经》，以此表达我对恩师上净下空老法师深深的怀念。这一讲，讲两个问题。 一第三回复讲《无量寿经的》的因缘。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，上午七点三十分到九点三十分，是我听经的时间。当时正在听第二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的第一百集。 这是我第十一次听经圆满。不知为什么，当听到将近一半的时候，我似乎进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。突然，出现了这样一句提醒：“你该写第三回复讲无量寿经的讲稿了。”没有影像，没有声音。 反正我就是知道，我机灵一下子清醒了，怎么回事儿？我有点发懵。我定了定神儿，使劲儿的想，这句提醒我的话太出乎意料了。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，第二回复讲《无量寿经》圆满了。那次复讲。 从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二日动笔写稿，到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录音录像圆满完成，历时四百六十二天，七十万字，讲了一百集。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，第一次复讲完成之后，我说过这样一段话：如果。 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，我想在有生之年把《无量寿经》多复讲几遍，因为这部经太重要了。至于我还能复讲多少遍，我不知道，一切交给阿弥陀佛安排。第二次复讲完成之后。 我没说类似的话，因为我没有想过第三次复讲。为什么？不是我懒惰，是条件不允许了。一年多来，明显感到体力下降，尤其是手哆嗦，写字太费劲。那不是写字，那是画字，那是抠字。第一次复讲。 将近五十万字的讲稿，我是用七十天完成的。第二次复讲，将近七十万字的讲稿，我是用了四百多天完成的。慢在什么地方？慢在大脑和手不同步，大脑反应快，手跟不上趟我自己知道，我不可能第三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了。 还有几个情况是这样的：二零二一年七月三日，出了这样两段话。第一段话：“长寂光土，圣僧归位，无上道妙。此方闹事，鸟喧鸦噪，可悲可笑。”第二段话。 诗今驾鹤西归去，我有一难可问谁？我记下了这两段话，但不解其意，怎么回事儿？就这么一闪念的功夫，立刻给了我答案。一年之后，师傅老人家要离我们而去了，这件事我跟谁都没说。 只把记下来的小卡片保留起来了。二零二二年七月四日，我隐隐约约知道了几件关于我自己的事情。我想，三个使命已经完成，我该回家了。就在当天，我正式向菩提心交班了。我告诉他，过完十一之后。 我就半只语念佛求往生了。为什么半只语？因为六合小院出名之后，经常有外地同学前来参访，我不能不见面、不说话呀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之后，又陆续给了我三个系列专题讲座的题目：学习恩师好榜样。 感谢恩师教化我。释迦所以兴出世，为说弥陀本愿海理念与践行。另外，还有我自己家的一个专题，学习觉光圆照心得体会。这四个专题加起来是三十三集。我想，这回总该差不多了。 我该置信一处，办我的人生第一大事儿了。二零二二年七月十日上午，我在听经，可是怎么也听不进去，就是一门儿的想师傅。我跟菩提心说：“不知为什么，我今天怎么这么想师傅，连经都听不进去。” 菩提心说：“那你就和师傅通个电话呗。”我说：“别打扰老人家了。”菩提心又说：“那就给师傅写封信，我给你传过去。”于是我就给师傅写了一封信，菩提心给传过去了。现在师傅已经走了，到我写稿的今天。 二零二三年四月四日，师傅离开我们已经二百四十九天了。十三年前的四月四日，是我第一次见师傅的日子，现在已经成了美好的回忆了。真是岁月无情啊！尽管我们知道师傅老人家无来亦无去。 但我们毕竟在不同维次空间，我们是凡夫啊，见不到师傅面儿，还是有些许遗憾的。今天，也许是我突发奇想，也许是机缘到了，我想把这封信说给同学们听。我有一个请求。 因为这纯属私人信件，你愿意听就听，你不愿意听就不听。不管听与不听，都千万不要生烦恼。如果让同学们生烦恼了，那可不是我的初衷。下面，我就把信的全文说给大家听。 尊敬的师父上人，阿弥陀佛，师父，好想好想您，好想面对面聆听您的教诲。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，您是我心中永恒的净土。大约是十多天以前吧，我正在写系列专题讲座《释迦所以清出世》。 唯说弥陀本愿海最后一讲的讲稿，题目是《佛陀第一弟子守护无上大法》。我全神贯注的写着，突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怎么说呢？像眼前，也像脑海里有一道闪电，又好像。 一个大灯泡亮了，又好像我心里的一扇门打开了。那扇打开了的门太大太大了，大的无边无沿。应该是同时吧，我心中的喜悦无以言表。这种喜悦不是人世间那种欢喜高兴。我突然明白了。 夏联居老居士在得到无量寿经之后，为什么大笑三天了？他找到脱离六道轮回的路了。我找到了夏联居老居士的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，不可言喻。我想，这是佛在慈悲的加持我吧。 尊敬的师傅上人，您知道，素云是个笨人，没啥本事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诸佛菩萨威神之力加持的。为什么佛力能加持上？因为我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是唯一值得我欣慰的。我尽我所能。 做好三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把我所认识的真实的上净下空老法师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。第二件事情，把净土念佛法门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。第三件事情，努力把六合小院儿建成六合净道场。 六合之路没有终点，我们要一代一代走下去。我力争两年内交班儿。除了这三件事情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正在随缘做，就是发现和聚集讲经人才。这件事情正在做，还不完全成熟。 师傅，我是一个认准一条道一走到底不拐弯的人。我想做我想做的，也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我不想迎合任何人，哪怕被扣上“更高我慢”的帽子，也不迎合。我的一切都属于苦难众生，没有一样属于我自己。 师傅，请您放心，我现在每天深入经藏，法喜充满。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，我尝到了那么一点点味道，可美妙了。跟您老人家说句悄悄话，我好像开了一点点小智慧，自我感觉不像以前那么笨了。师傅。 千万别跟别人说，人家会说我吹牛的。师傅，我找到自家珍宝了，我要好好守护它，不会弄丢的。惭愧弟子刘素云，顶礼，二零二二年七月十日，给师傅的信写完了，也传过去了。 我突然觉得心里一下子释然了，那种想念师傅的劲儿过去了，就好像刚和师傅见完面，我心满意足了。半个月以后，也就是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，农历六月二十八，师傅走了。早餐前，菩提心到我这儿来。 轻声说了一句：“老师，师傅走了。”我面无表情，只回答了一个字：“啊。”这个“啊”表示什么？表示我知道了。菩提心看我没再说什么，就又轻声问了一句：“老师，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”我回答四个字。 一切照常。时至今日，一年八个月六百一十九天过去了，我们仍旧一切照常，就是照常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照常做师傅老人家希望我们做的事情。我知道，有人会说我没良心。师傅对他那么好。 师傅走了，他一声不吭。人家说的没错，我真的一声没吭。过去没吭，现在没吭，将来也不吭。一切随缘。对任何事情，我都不执着。因为师傅老人家那一次和我四个多小时的长谈，已经把该干什么、不该干什么都告诉我了。 我照做就是了，哼什么声，都是妄念，何必要画蛇添足呢？说是不打妄念，可我还真的打了一个妄念，而且这个妄念还打的不小。菩提心安排，让我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九日、三十日。 三十一日，把理念与践行的最后三讲讲完。我想，师傅老人家走了，我的三个使命也完成了。这三讲讲完，我该回家了。自从师傅走了之后，我回家的念头愈来愈强烈。前几年的那几句话。 又时不时的在眼前闪现。诗已西归去，云留有何意？紧随师身后，一起回家去。于是，我想，第三讲结束，我就在讲座上往生，给大家表一个活着往生的法。 众生不是执着亲眼所见吗？那就让众生见一个呗。很可惜没演成。第一讲就讲砸锅了，讲了不到一半不得不中断。为什么？刚开始是看不清字，字好像被水淹了，都阴了。后来干脆没字了，晕成了一片。 课没讲成，也没往生，因为我知道我是真心想回家，怎么就没成呢？佛菩萨慈悲，给了我四个字：不急不疑。我解读这四个字的意思，是不是就是不要操之过急的意思？大概就是往生机缘不成熟吧。 又给了我四句话：今生遇见菩提心，神圣使命共担承；时候不到，你想走，佛陀弟子无逃兵。我仿佛看见师傅，带着他那标准的笑容，瞅着我说：“怎么样，没逃掉吧？阿弥陀佛不来接你，你能往生得了吗？” 我突然想起十年前在香港，刁居士向师傅告我的状。他问师傅：“我刘大姐要求往生，师傅您说对吗？”看着刁居士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的，我又好气又好笑。这个小调净出洋相。师傅看了我一眼，对刁居士说。 阿弥陀佛不来接他，他走不了，他自己说了不算。听了这话，雕就是破涕为笑了，他洋洋得意的对我说：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你说了不算吧？”十年前的往事，今天成了回忆。当年师傅说的话，今天验证了。阿弥陀佛不来接我。 我往生不了，我告诫自己，从今以后不可以再打妄念了，老老实实干自己该干的事儿吧。二零二三年三月三十日，提醒我该写第三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讲稿了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佛菩萨早就安排好了。 以上就是我第三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的因缘。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：二、第三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的原则、形式及方法。一、为什么要第三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？ 答案只有一个，还是那句老话：这部经重要，非常重要。《无量寿经》在整个佛法中的地位、作用、影响、价值及其深远意义，高不可量，深不可测。怎么评价都不过分，真真实实的不可思议。 这部经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已经共同宣说了无量劫又无量劫。这部经是其他任何经典都无法取代的宝典，就是《华严经》和《法华经》这样的一层经典也不能取而代之，最后也要归于《无量寿经》。 无量寿经是大海，华严经和法华经是百川，百川归大海，大海纳百川。这么重要的宝典，我们的先人已经讲了无量劫，我们是接班人，也要一代一代传下去，无穷尽的传下去，是佛陀弟子。 义不容辞的责任。二，讲好无量寿经，要具备什么条件？三个基本条件：讲经者必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威神之力慈悲加持，听经者。 必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威神之力慈悲加持，讲经道场必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威神之力慈悲加持，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。不知同学们注意到没有？这三个条件中的用词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吗？ 我们以往经常说“诸佛菩萨慈悲加持”，注意是“诸佛菩萨”，而这次是“诸佛如来”。还有，请同学们注意这两个用词，“十方三世一切”，这、就是表范围的，就是告诉我们，没有一尊佛。 不赞叹阿弥陀佛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无量寿经，没有一尊佛不宣讲无量寿经，没有一尊佛不护持无量寿经。我们不禁要问：佛四十九年讲了三藏十二部。 为什么唯有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得此殊荣？我用三句话回答：《无量寿经》是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中唯一唱佛本怀的经；唱佛本怀，《无量寿经》是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中唯一正说。 正说《无量寿经》是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中唯一一部能够帮助众生一生成佛的经，一生成佛。请同学们注意“唯一”二字，“唯一”就是只有这一个，没有第二个，独一无二。 三，第三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遵守的原则是什么？八个字：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。这是祖祖相传、亘古不变的原则。具体方法采用复讲的方式。复讲也是祖祖相传传下来的。阿难。 是复讲的鼻祖，他是复讲第一人，一直传到今天。我们一直用复讲的方式，实践证明，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。四，第三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和前两次复讲有什么不同之处？重点对象不同。 第一次复讲，重点对象是中低层次，同时也兼顾到初学者，所以受到一定局限，讲的比较浅，重在奠定基础。出现两种不同反应：一种是讲的太深，听不懂；另一种是讲的太浅，不解渴。 众口难调啊！对于讲演者来说，既要兼顾不同层面，又要有重点对象。第二次复讲，重点对象是中中高层，讲的深一点，尤其是在理论方面，比第一次复讲要多、要深。 初学者和低层次的大多是听不懂的。作为讲演者，既要兼顾，又不可能迁就。第三次复讲，重点对象是中高层和高层。说具体一点，中高层就是接近于根熟的众生，再推一把，根就熟了。 高层就是已经根熟的众生，再推一把，他就成就了。我为什么第三次复讲，确定这两个重点对象，源于师傅老人家第四回《大经科注》中的两段话。第一段话，这一次是第四次。 欲学欲欢喜，法喜充满。我们希望在第四次学习大经界，我们的目标求证。前面三次，我们的目标是在解，真清楚，真明白，没有疑惑了。用真诚、清净、恭敬心，我们要求证。 求证就是求往生，要把经里面的义理变成我们自己的思想，把里面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生活，就真的受用。第二段话，我更希望同学们真正发心，我们取得西方净土，就在这次第四回。 这一年当中完成，完成之后，生死自在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没有挂碍。不管是寿命到还是不到，都得自在。寿命没有到，不要了，可以提前往生。寿命是到了，我们还想在这个世间标法、啊。 那是阿弥陀佛最欢喜的一桩事情，他会延长你的寿命。同学们，师傅老人家这两段话是十年前说的，你们还有印象吗？是不是当年听了一滑而过了？如果听懂了，照做了，十年后的今天，我们早已经是一个成就者了。 可是现在，我们还是一个凡夫，我们又白白浪费了十年的大好光阴。问问自己，你还有几个十年？这么多年，我们空喊了多少口号？老是念佛求生净土，为什么没求到？因为你没发真心求生净土，你怕死。 你不知道真正的念佛人往生是活着走的，你假心假意的喊几句求生净土的口号，阿弥陀佛能来接你吗？临到命中该去哪道去哪道吧。我们这一次是第三次复讲《无量寿经》，我的期望和师傅老人家一样，希望有更多的同修。 在第三次复讲过程中求证，并取得西方净土。但愿在我的有生之年，能够看到无量无边的众生回归极乐。祈愿一切皆成佛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以上所说，就是确定这两个重点对象的缘由。五。 怎样学习第三次复讲《无浪抽经》？提几点建议，供同学们参考。第一，找准定位。明白点说，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修行程度，别问别人，别人不知道。你给自己定个位，你修行到哪个层次了？ 第三次复讲，气机的对象比较特殊，是气接近根熟众生或已经根熟众生的机。我事先发个安民告示，以预防有的同修一旦听不懂，心生烦恼。怎么办？我建议，不同修行层次的同修。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，分别选学第一次复讲、第二次复讲、第三次复讲。第二，落实笃行这一条至关重要，千万千万不可光刷嘴皮子不干实事儿，你可别自己害自己。具体点说。 就是落实一个“真”字，做真人，说真话，干真事儿，真改过，真修行，真成就。不但要行，还要笃行。第三，清除障碍。实践证明，众生最大的障碍。 不是别的，是众生自己的习气，重一点说是恶习气。对于自己的习气，有的人自己不知道，自然就谈不上改了；也有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的习气，但就是不改，还美其名曰“我不是不想改，就是改不了”，改。 不改，改得了，改不了，都是你自己的事儿，和别人一点关系没有，别人帮不上你。如果你就是改不了，西方极乐世界没你的份儿，你成不了佛，那只有在六道里继续轮回了。清除障碍，由大到小的顺序，哪个障碍最大？ 就先清哪个，就像攻克碉堡一样，哪个火力最猛，你就先攻克哪个。清除障碍要动真格的，要有刮骨疗毒的精神，深挖毒根，毒根挖得越干净，你和西方极乐世界越相应。第四，三年求证。 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我期盼你下定决心，坚定信念，三年正果，取得西方净土。寿命到了，往生西方；寿命未到，留在这个世界继续教法，一切交给阿弥陀佛安排。那时，你就知道什么叫来去自由了，你才知道。 为什么说学佛是人生最高享受了？第五，兼善天下。真正的学佛人，勿忘苦难众生；独善其身之后，勿忘兼善天下。时时不要忘记，你和众生是一体，你就是众生，众生就是你。 你和众生是一，不是二。有了这样正确的认知，你还会分别你是你，众生是众生吗？你会自动的把兼善天下的担子担起来的。第六，三学一缘。现在这个时空点，整个世界都乱了。 这种乱象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，是好事还是坏事非好非坏，这是必须经历的历史过程。二零一四年，我去香港看师傅，老人家给我写了一个折子本，题目是“三学一缘”。 我不解其意，老人家要告诉我什么？可能是让我自悟吧。二零一四年，我写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“你乱我不乱，心定阿弥陀”。在《无量寿经》第四回科助学习班上用了，师傅老人家做了点评。 在点评中，老人家明确告诉我们：“三学、律、禅、净一元。何谓一元？就是一个源头。这个源头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律、禅、净都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说的，一个人传的。师傅老人家告诉我们。” 三学经历了四个阶段。第一阶段，三学一元，一元佛法兴盛。第二个阶段，三学鼎立，鼎立忘掉了，一元失去了三学的原汁原味儿。佛灭度之后，宗派成立了，佛教开始向下滑坡。 第三阶段，三学互争，互争就是现在这个样子。佛门每一个宗派都不服别人，自赞毁他，到争佛法就渐渐的衰了。为什么？社会大众看到佛门你争我斗，互相批评，人家不再相信你，不再恭敬你。 不再赞叹你，不再跟你学了。只要争佛法，肯定就衰了，就一代不如一代了。第四阶段，三学内讧。内讧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内部起哄了。内讧就是内部起纷争了，而且谁也不服谁，都想当老大，领导和指挥别人。 到了三学内讧，佛法就要灭了。古大德告诉我们，到内讧的时候，就是现在，一切人皆为破法之人，一切法皆贼人之法。为什么这么说？释迦牟尼佛的法遭人毁谤，遭人批评，遭人践踏。 佛菩萨流眼泪，韦陀菩萨伤心呐、啊。十年后的今天，我终于悟明白了师傅老人家给我写这个折子本的真正含义。我悟到了三点。第一点，我悟到了师傅老人家让我弘扬并践行三学一缘。 给社会大众做出好样子。第二点，我悟到了师傅老人家在启示我建立和合僧团，因为和合僧团能救人类，能救世界。第三点，我悟到了师傅老人家在教我续佛慧命，不要让佛法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灭亡。 值得欣慰的是，这几件事儿，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做，尽管做的不尽人意，但我们是尽心尽力在做。去年因为我说话不谨慎，虽然说的是真话，但有人生了烦恼，我很自责。怎么能让众生生烦恼呢？ 众生生烦恼，就是我的过失。在这里，我真诚的向生烦恼的同修道歉，对不起，让您生烦恼，我错了，今后我会注意的，绝不二过。最后，供养大家一首寄颂：新的征程已起航，乘风破浪奔前方。 前有旗舰在领航，我们后面紧跟上。老实念佛求净土，三学一缘记心上。争争斗斗非佛子，依教奉行做榜样。三年求证是目标，看你做的怎么样。 真学真干真成就，假学假干是瞎忙。今天说的这些话，句句真实没有假，不是思维想出的，是把佛话来传达。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